哎呀，这粘土抹了真舒服。桃子，你说咱用粘土做点啥？要不然咱做根大妞吧。我做他的脸。呀，不行，桃子，听说俺哥回来，别生气了。那你我做啥吧？我想想。妈，你拿来这啥？我给你那是个纸的。纸的？叫俺用用呗，大娘。对，你们有着呢，我晒干烧锅了。妈，你别烧锅了，给我吧，俺给你免费喂饱。你做饭去吧，大娘。一个纸的没有。好吧，我去做饭去。乖。给我这个白色粘土。桃子，你知不知道我要这个树脂干嘛用的呀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小李是不是做腊梅花树嘞？嘿嘿，咱俩想法一样，开始做吧。乖。先做这个白色的嘞。嘿嘿，把它弄成七彩的。我也做一个嫩粉色的，弄一个这个两种颜色的。哎，真漂亮！我再给它做一个红色的。哇，像真的花一样，真漂亮。小丽，你让那个红的给我捏一个梅花。乖，你别捏成冰糖葫芦了哈。一个花瓣，二个花瓣，第三个花瓣。我咋感觉你那像包饺子耶？等我做好，你都知道到底是梅花还是包饺子了。好了，看我这梅花，虽然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形象，像扁柿皮的。那我再做一个玫瑰花。你能做这么嫩？能。弄一个绿色的小花瓣。看好了，小丽。哇，还挺像嘞。那当然了，不看看我是谁？哇，小丽，你做的真快。那当然了，我再做一个玫瑰花。非常完美。嘿嘿，妈妈，你快点出来看看。来了，小丽，我也没给她做好看呢。看俺用树脂做的腊梅花香不香？七彩的还是？咦，那俩先弄嘞，做的腊梅花可真灵。而且这个腊梅花永远都不会凋谢。毛豆营是毛豆营，大娘，这还有个玫瑰花都是我做的。桃子，你咋恁嫩啊？这腊梅花还能接过来玫瑰花，这都是我的创意，真好看，我要把它放到我屋里边。怎么着？